收到需要赶快回复的信息，那就考虑看看是不是要回应你。如果说以后都不用对你讲客气，我就等着对你说一句欢迎光临。在无人的海岛上有美丽风景，想有梦里的去蜻蜓带我去远行，去到你心里的那个神秘的堡垒。想和你生一群 baby， 我开始美丽的奇遇。你来自东或西都没有前进，回忆拼成旅行，我愿意陪着你去东和西。的信息，那就考虑看看是不是要回应你。如果说以后都不用对你讲客气，我就等着对你说一句欢迎光临。在无人的海岛上有美丽风景，想有梦里的去蜻蜓带我去远行，去到你心里的那个神秘的堡垒。太想和你生一群 baby， 我开始美丽的奇遇。你来自东或西都没有心。